所以搞不清楚朋友的话，带着十条线路带着你安排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节目，欢迎天书星传播事业非常可爱的蓝雨小姐直播女王。喂，谢谢阿妈的收棒，我想爱林天龙来自新厝台的感谢。我相信。无人比我爱你，我爱你，爱你是不是真的爱？
是我阿爹在大雄酒店来酒店来慢慢想你我不是不是存心存心的来淡薄你是因为环境袂当让我遐如意我无奈心情就写批安慰你我希望的真心来照顾你现在我我相信无人比我较爱你我爱你爱你不是一日也两日欢迎光临哦有朋友唱的给光临的是几声孤单一日点用你我希望你会看你身边但是我阿爹在阿兄酒店来慢慢想你谢谢我们的收听再过去的网络想爱你黑龙江的新时代的感谢谢谢我另外小乔嘛，伫在叫咱只新厝台电台，让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风动台电拢会当大赚钱，天天开心，天天都快乐，谢谢。谢谢，这波是感谢安排，所收光听，你咱个场代表伫咱五台了庆和宫，啊，咱只所有啊，咱个主理委员锻炼的，啊，管理晚会，跟咱有好朋友高飞进来，龙华台电拍一个招呼，啊，一个手咯。你好。当然的社会加减啊问题时代的经过这是难免的世间人这么多人做话就多三是人讲五心话人生在世脚踏实地只要咱认真啊做打残袂在嘛是无关系换个方法做，共同打拼拼干脆。今年定会好过，今年定会好过，有你来作伴，今年定会好过。只是换一首好曲，换个方法做，共同打拼拼干脆。送给大家，咱一位候选人蔡敏峰候选人马迪拉给丢，家的朋友拍招呼，欢迎。你好。手就甲阮牵做伙，
抒情歌曲《红豆》，献给大家的献出大家感谢，谢谢。好的，节目继续安排轻松的歌曲，《热线你和我》。情歌的线路属于你和我，你这是用南气就对了啦哦。明明在台湾，你当作是新加坡来哦。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都够够，热血你和我，热血你和我，人客这时阵在破声鼓励一下，大家都穿大衣有看到无？勇敢的女性，更是一条情感的溪流，联系你和我。思念时刻拿起话筒，热血轻轻拨，情意霎时化成小雨，交响在两头。欢迎代表着咱这一位大家长，咱贵姓娘夫一定来到台顶活动队，掌声欢迎咱的秘书。热血你和我，热血你和我。莅临现场，各有强庙主事老大，所以甲咱带领啊，所以咱的中罗哈代表大家莅临，共同来甲咱的庆祝，甲着庆祝咱五帝庙庆和宫，咱中大元帅圣诞千秋的平安宴，嘛是咱这次咱五帝庙庆和宫，咱同和里的社区啊，来甲咱的这部世锦科技大典圆满成功啊，咱平安福宴，那欢迎着这么多咱的虔诚的罗哈代表圣诞信徒，包含着咱。各界咱有强庙主事人带来，甲咱带领，咱正所有罗哈大殿管理委员会，咱的大家莅临来，甲咱今仔日全台平安福宴赞助咱劳力的光彩。那看伫咱桌面上，来自咱慕名全省上有名总部大生带来咱的山顶海味料理，互咱好朋友来甲咱享用。咱料理用好起，将获得咱每一位虔诚的罗哈大殿会当来事业趁钱呐，趁水料理甲食好济。像我顶下每一位好朋友，事业当赚到几宝地，开袂完工，饮袂济，也够咱平安酒、烧酒、饮料啊！咱有啉平安酒的朋友，啉一下咱这平安酒，祝咱大家朋友家庭和乐美满，到饮酒。平安酒甲你无三分醉，像我顶下现场每一位贵宾，会当日日平安，年年功大富贵。要等咱这个时间是咱食饭的时刻，欢迎咱席开摆桌吼，这么侪咱的好朋友的莅临，甲咱赞助一样间传台，咱平安福宴，咱是不是伫这个时间来共同邀请现场所有咱虔诚的罗哈大德善男信女，甲咱手中的饮餐的猪肝碗，先来甲咱暂停一下，好不好？来，将我们手中的餐具先做一个小小的暂停，甲你的汤匙啊空咧，好来，待下还阁看吼，即马借着恁的双手。是不是很上会让上热情、上欢喜、上热烈的破声，拍一个破啊！来，跟咱今仔日五帝庙庆贺宫中大元帅圣诞千秋庆祝一下，好唔好？谢谢，谢谢，感谢。
多谢你的破声，给你收起来，祝大家年年发大财，毛真多真多，咱的有功有庙啊，大家日年，等下我来遇到一个上大的礼貌，一一来给咱上大礼貌介绍、欢迎、甲邀请。严哥，伫咱节目开始，大家咧迎参的赞助的委员、赞助商主委、酒舞台，请到咱在座好朋友来给咱的啊，一开始。